转载自百家号作者。老油说体育一个好的球员想要夺冠的话，他的身边必须有好球员帮助他才行。就像乔丹这种超出人类的球员，没有好的助手的话，也休想在人才济济的 NBA 中夺冠。正是怀着对冠军的渴望，不少球星选择同时加盟一个球队。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三巨头阵容。当年詹姆斯离开克利夫兰的决定形成了当时联盟中最恐怖的阵容。不仅有历史级别的韦德和全明星龙王来扶持他，还有雷阿伦等一众射手埋伏在三分线。在那时的热火三巨头成为了各球队的噩梦，遇到他们真的是十分无力。加内特在森林狼多次倒在季后赛门前之后，毅然选择加盟凯尔特人。绿军就这样凑齐了巅峰的雷阿伦和皮尔斯，有加内特在内线镇守，雷阿伦在三分线游走，皮尔斯持球进攻，这样内线外线都不畏惧任何球队。这样的球队最终捧得冠军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要说最成功的三巨头组合，那么马刺的 GDP 就是最有资格的了。三个在一起打球十几年，每年取得50胜的同时还可以挺进季后赛。他们三人组是取得胜利最多的三人组，五个冠军也是对他们最大的肯定。最新崛起的海啸组合一定是能够进入这个榜单的。只有水花兄弟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可以取得73胜了。再加上杜兰特之后，让所有的球队都陷入了绝望。海啸组合在一起两年已经两次捧杯，三连冠看起来也已经是囊中之物了。公牛的三巨头应该是统治力最强的组合了。他们六进决赛六次捧杯，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他们从来都没有失手过。这个组合拥有最伟大的球员乔丹以及非常全面的皮蓬，再加上一个是篮板如生命的罗德曼，真实防守兼备。两次三连冠让这个组合的价值不可估量，